我心你睡着了，可是小 baby 在睡着，那大板根的房间，这间这样大概七八平吧，有没有浴缸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有两个洗手槽。很大的镜子，很大的镜子 ，baby 浴缸，马桶，有保险箱，有冰箱，有热水壶，矿泉水，有衣架。这上面是什么？上面这不知道。装饰的，然后有个小孩在那里头睡觉，这个房间很舒服吗？这是两张单人床的，但是六尺的，还是七尺的，然后最主要是还有个泡茶桌。你要靠了去隔壁去无？拿去隔壁01。这里还有泡茶耶，还有两个坐垫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风景。哇，外面有那个户外泡汤区。水池，你看。对啊，这下面是水池哎。是水池，是酒店区。那依依前面那里可以游泳哎。我这个不可能要游泳的。